领几张小白？几张？几张？四张。然后大白，不管你们那组几个人，都只领一张，懂吗？懂。好，各组一号出来领。其他二号跟三号，请帮我把 Chromebook Google Classroom 打开。二号跟三号，把 Classroom 打开。不登录，你有办法开 Classroom 吗？可以用访客，可以用访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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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30秒完成动作，我抓最后一组完成了。讨论的组别举手告诉我。你跟他说交给学生。好。如果你们那组有遇到问题，举手让我知道，我会过去协助你们。怎么了？再确认一次哦，小白，你们那组几个人就会有几张？大白一组一张。
有其他床，他有想要背歌，背什么歌？除草机非常好。还有嘞，我记得有一组好像还有写到土壤，怎么了？烟碱化不是，他不是这样说，他是说土壤的营养不够，所以上礼拜。就是你们推测的、啊、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推测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情更确定。我们除了上礼拜有去思考分析过它到底为什么不健康，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干嘛了，除了找出它为什么受伤，我们还做了什么事？怎么结论？解决它。很好，我有答案。所以上礼拜我记得每一组里面都有提三件事情要解决，对吧？总归我们上礼拜做的事情，我们统整出三个我们可以做的问题。第一个是大家很多组都有提到的，树木受到可能割草机割伤，或是刀子，或是折断。第二个是人为破坏，蓄意破坏，例如说走过去就把它折断。例如说经过的时候就把它踏下去，这是第二个人为。第三个部分是关于土壤营养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呢结束之后，我们有三个方向。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三个方向，我们待会会投票，我们只做一个方向，因为每一个主题可能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我们就集中火力一个主题就好。所以待会过程中我们有一分钟让你们每一组讨论这三个主题，你们要选哪一个，一组就是一票。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有就点头，没有就摇头。听懂点头，有懂不懂？好，没关系，不懂就是不懂，不要到时候讨论完之后还说哦老师我刚才没听懂，那我再讲一次。好，再说一次哦，我们刚才说我们大方向统整出哪三个方向，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三个统整的方向，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人为破坏很好。第二个呢？树木的皮肤怎么了？可能被割伤或是被折断。第三个嘞，土壤。 OK， 这三个方向有清楚吗？清楚点头，清楚。好，待会我们一分钟的时间让你们那一组讨论你们要选一个主题做。那当然也不是说你想选就选嘛，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可能是你在生活中你观察到什么事情，或是可能这个主题让你怎么样特别有感觉。说，假设我选人文破坏，那我可能就说，哦，因为我观察到好像蛮多同学都有做这件事情，可能走过去就拨那个树枝一下 ，OK？ 或者是我选树皮，因为我上次拍照过程中，我发现好像很多树皮上面都有被割伤的伤口 ，OK？所以你会有你的理由选这个，但这个理由一句话告诉我就好，可以吗？没有问题，点头，点头。好，一分钟讨论开始，一分钟后每一组都会回来讲哦。就是因为你可以讲大声一点再说的话，那我不要讲话了。你想啊，你说我们要人文，人文就是人文会比较有一个大方向，比较强，感觉对比较多。高科我们上次不是弄树皮，可是你好像就跟人文他现在自己选哦，就跟你上去割的，上去割。可能其实你说可能我们上次看到的也都是人为，人为割的，下面做一个动作，对啊，他们在法典的话也比较常见。对啊，就是人为造成破坏就是更常见的。人为割的，人为，人为，那你们想问什么？因为上次看到很多都是被割的，也有可能都是因为人为，就是不一定是。所以你所谓的割伤，有可能包含在人为里面。对啊。OK， 好，那这件事待会可以讲出来。好，交给你的选择。
等下这样拿这个。想割看吗？所以等下这样。我在拿钱。都是衣服好像穿今天要被留下来历史的部分没有那个社会今天可能会留的对啊，他变气耶对啊直接到前半时间所以我们就是写第一个人为好的因为那些就是说因为那些被磕伤的也可能是因为人为造成好对你是老师老师老师所以我答案要讲话的时候要拿这个对啊就你们在说特别 set 舞台不错哦谢谢今天是你前十力啊还有超过多少进前十力还是前前吧什么我想那个前十力哦然后比赛才前吧啊比赛是我连前十力都没进过是吗五四三二啊、一 ，OK， 各组一号，请起立。大家就你要拿这个。好，黑蓝带有三个组，待会是这样。我是第几组？我们选什么？因为哇哇哇，有懂吗？好，我们每次从第一组，第一组有点可怜。来，后面第七组先。需要麦克风。哦、我还是这个，我是怕你都要拿这个哦，因为我们觉得破坏已经可以知道是人去破坏它，所以会比较好找解决的方法。所以你只有观察到你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吗？可以举例吗？我就是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人有事没事就在那边播那个树叶片。我们选人为破坏，因为树体破坏有分人为跟天然，天然有可能是小动物在上面抓，然后人为有可能在上面钉钉子，然后土壤，因为我看学校的土壤应该也还好，爽，你就讲你们要讲的那个就好了。所以你们主要是想做人为上的破坏，但你觉得？树皮割伤其实也可以被归纳在人为，对吗？对。好，OK， 好了。嗯。我们是第四组，我们选就是人为破坏，因为我们觉得人为破坏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它实行的解决方法比较实际。怎样控制范围？你说阻止别人破坏这件事吗？对，就是要告诉。然后围一个围栏，所以你们这组也把树皮割伤这件事情分在天然，对，有一部分是都要拿，都要拿，左右手。我们是第二组，然后我们选的是人为破坏，因为树皮割伤也可能是因为人为破坏而造成的。是人为破坏，因为很多人会把那个树拿来玩，所以你有观察到，他把树拿来玩，拔一段下来玩，嗯 ，OK， 这还是树的，请说。我们是第六组，我们主题是树皮割伤，因为看到很多除草机在除草。除草过程中把树皮割伤 ，OK， 好，请坐。因为就算你树保护的再好，因为树保护的再好，如果土壤没有营养的话，树也不会长得好。哇，这一组的观点不一样，很棒，请坐。这一组他们想法就有跟大家立场不太一样，但不管选哪一个，我觉得你们都有你们出发立场。但我们刚才在讲选票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最终只会挑出几个主题，一个。所以刚统整下来，请问大家
大部分都有提到的是哪一个方向？人为破坏。好，那人为破坏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刚才是有说有一张小白，小白对吧？一个人一张是吧？好，所以一个人一张。现在呢，我要来提一下关于人为破坏这件事情，我要你们每一组以组为单位想出五个可以解决或是阻止人为破坏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帮我写在大白上，一个人写就好了。总共写五点，总共写五点，我们时间只有两分钟，两分钟，一组要想出五个可以阻止人为破坏的方法。当然，你这个方法背后一定是解决你看到的问题哦，不是你随便讲的哦。它总是要解决一些你看到的问题。好，来，所以五点计时开始。围起来，围起来，贴到是。围起来，后面。围起来啦！围起来！嘴巴闭起来！围起来！嘴巴多大？好不？能看得懂吗？眼睛有没有亮亮？知道。之后还要。有没有亮亮？不会，因为我们之后用到背面，我们看不到。哎，我觉得他其实内心很不爽。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把握时间哦。写大板，讨论完写大板。大白完了，还会小白。OK， 好，我们讨论问题。滚蛋！所以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刚才说贴告破坏，贴告哦，你可以贴告示牌。你们现在还有一分钟，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不是那个是上面两个。你多么厉害！就是这样，一个二，一个四。一个二一个，你是不是有那个创意？我有那个，就还有创意。那我不告诉他，在门口那边看是不是？好，我觉得你们可以想一下，假设是你们看到这个做海报会被睡，那不是跟贴告示？不会，那你就知道，那叫做人形，一个是人形，一个是人告示。做人形立魔术，对啊，在那边呢，就你了，好不好？有一个关键。如果这件事情连你自己都不会被说服，那你就别写。例如说什么告示牌啦，你看到你都觉得会忽略的东西，你给我写出来。你要想一下，这个方法如果是你自己，你会被说服，这就有点困难，好吗？那种请勿靠近工地硬闯。贴那个罚钱，对啊，可以罚记过啊，会让大家觉得瞬间是气啊，没被记过啊，懂吗？吸引到他，然后觉得他被水气，没看到，没记过，没在用啊，你知道了，他想去吸他的气啊，30秒，处分，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要惩处，哈哈，真的不要做人形立牌吗？游行这个，请去写下谁啊？请翻找学生。20秒，就也不久。立定效果。大概电话挂了，没有了。除非我们在诊所。有啊，超诊所，超店脚。啊，外面店脚是我吗？哇，我不好意思，我上次说的，那个店脚是大灯器那种。国风骑垫脚人数，之前做人形立牌你就随便写啊，你就立牌怎么样？你就写，你就写说色校规啊，色校规，真的是色校规。可以，那我说你们可以写，但你们想要怎么样让大家那处分跟校规是一样，这个时间在哪？他两个，因为那我们那么多管管教教。哦，难呢。10秒，我想着没跟我想的，人形立牌，人形立牌跟那个很恐怖。你要整晚都站在那边吗？5、4、3、2、1，好。
这组应该差不多了吧？想知道了。最后追加20秒，最后追加20秒。快点，20秒很短呢。派人在旁边守啊。轮流，你们可以先随便想。各班宣传，到各班宣传，对啊，到各班宣传。还有一组，那是那个什么人形立牌，是人形立牌。好，人形立牌就他了。标语他跟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还不是一样？先记下来。好，没有兄弟。5、4、3、2、1，嗨，有请各组4号，马哈马哈。好，4号，请起立。待会呢，我是第几组？我们总共有几个方法？分别是 blah blah blah。好，来。你这个收进去。我们有5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设造舞台，第二个方法是微微蓝，第三个方法是多宣导，第四个方法是查找相关资料及解决的方法，第五个方法是罚钱。摄像，监视器，好的，好，下一组。大声一点，我们有5个方法。他们有。第一个方法是双肩起立，第二个是轮椅吧，第三个是立教左右，第四个是多少高水平的，第五个是腹肌调人姿势。我们第六，我们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罚钱，这个记过；第三个是强迫参加环境教育课；第四个爱校服，然后第五个是全面改种有毒的植物。第三个是放入校规，第五个是设主导人情立牌。主导人情立牌，你说捍卫主导吗？我们是第二组，我们有5个方法。第一个是将宿舍围栏，第二个是到各班宣传，第三个是做海报宣传，第四个是设校规，第五个是设人形立牌加标语。好，是第四组，第一个是记过，第二个是设围栏，然后第三个是设计司机，第四个是凤梨维护网。什么？第四个是什么？透明。拿麦克风讲。透明吗？透，你说围栏然后是透明的吗？对，透明的围栏。好，然后第五个是宣导。我们是第七组，我们有6种方法。看起来非常应该。第一个是那个处罚树木破坏者，第二个是那个围栏，第三个是中间事情，第四个是立校规，第三个是什么？装监视器。监视器。第五个巡逻。第六个是师长宣导。好，刚才听完了一轮呢，大家10万分的没有创意。但是呢，从刚才有几组提到的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例如说，把植物都改成有毒的部分，其实这就是蛮有创意的一个想法了。好，但是呢，因为每一组都有5点嘛，我现在要你们每一组只留下2点。2点，请设校规要留下。把你们讨论的重视剩下2点，但是
是要有理由的哦。例如说，你要删掉某一项是基于什么原因，所以你把它删掉。这个 OK， 好，三分钟开始。对啦，对啦，对啦。是我的心里很多。对啦，在那个，在那个边那个那个看我。对啊，你这个不要有分。对，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接下来要执行的哦。所以你们稍微考量一下各种评估，包含你现在手头有的资源、金钱。评估之后，留下你觉得你们这一组能力范围内可及的。文彦哥哥，社校不，我们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能力。文彦哥哥，文彦哥哥，那个是文彦哥哥。那你觉得身为一个路过的人，你会被说服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文彦很有说服力的。但是那是我们认识他，如果是其他不认识的人，上面组的，把手，把手那种这样子的。你要射，就算你今天要射，那你要射什么样的状态？做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才会让人家注意到？他也许看到他，然后就走过去了，根本没看到。然后现在长得特别引人注目，然后就是。死掉了，空气大气。好啊，我们算你的吧。三个是我被没理由放在我。说。没有人会管，自己受不了。其实效果好像。笑哥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在看，就是去就是去不可能。那你围栏要设高一点，因为设的低。那你们三，那每次出三，你还上面点贴禁止他，我们都走进去以后才能看到，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三个都还算可以做，可是这个是你们可以左右的吗？这肯定是超级的，稍微尽量是我们可以左右的事情。目前留下的话 OK 啊。哎，你们这些人在干啥？有吗？有吗？好笑吗？还有什么？作弊？这是谁？这个是谁？真假的零八哥？好笑吗？哎，好笑的。上面说。好多虫虫的，你看他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他完全看不出来这些的。校服，那校服是你？现在知道我的手上好多皮呀。啊，什么这？那另外一个嘞？就这个嘞？这是没有了。那个钱颖呢？因为他那我那是谁？钱颖，不是跟黄浩。左关或右浩。如果你只有那么帅，亮太。那谁？你是简直，而且是感觉好像比干净。哦。稍微是我们，稍微关注我们可以。那叫什么？那个长得像那个啊，那个《麒麟王》里面的那个。30秒，好帅吗？这个麒麟王，好吧？你知道白龙吗？我看了，来表示你知道白龙。你们那时候是当春刀。如果现在有人弄，就是那个《麒麟王》里面有一个角色，长得跟那个老师帮我宣导一下，长得像白龙，他就做一个梗图，你再叫我一次实查掉，我就带你去见执行好的。那他为什么要听你有事？他是那个。他问月小姐，你们都不会想到这个、啊，别人夸你，你会说什么呀？说话。好的，那就立小格，立小格，小格。小盖，你可以立小格吗？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太小资了，小飞。来，你们大家稍微想一下。哎，我们可以做到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放大人。对，小丽，然后拿那个橡皮筋。对，就跟那个橡皮差不多。你要用那个橡皮，稍微长一点自己可以。一个人老师会想到吗？通常我们在教我们解决方法，可以思考我们可以做到的范围。可以做到的范围。10秒，9、8、7。6、5，拿到1号，来，各组的4号
旁边的三号，来三号，告诉我你们留下什么就好，告诉我你们留下什么就好。好，其他人认真听哦。好，我的事迹留下两个是监视器跟罚金，监视器跟罚金。好，请坐。我们是第二组，我们留下来是将宿舍围栏，然后跟做海报宣传。谢谢。我们是第二组，我们留下记录跟拍照。我们是第四组，我们留下来就是设围栏跟利用各班电视宣传。我们是第三组，我们留下的是告诉查看、查找相关资料及解决的方法与分享。所以你们的第二个方法是分享你们所收集的资讯，然后做成文宣类吗？我们是第五组，我们留下的方法是围篱包和固定角的宣传。我们是第七组，我们留下维维亚和处罚是不是不好？有没有哪一组讲的你们没有听清楚的？好，现在三十秒讨论一下，刚才最多提到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设围栏，设围栏。那我们针对设围栏的部分做解决方法，可以吗？现在把你的小白拿出来。好，小白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设围栏，可是要如何设计才不会被忽略，才不会被忽略。 Anyway， 现在随便大家设计，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的时间设计围栏，来出发。用画的，你要用写，要写的出来也可以，用画的来。设围栏有这个合理讨论，合理讨论。如果有一些你画不出来的东西，你可以在旁边标示中文，你想要表示的那东西是什么？然后把围栏画高一点，大概都是小腿的位置。啊，放错了，我直接把树围住。要放错了，画小腿。直接把树围住就可以了，因为动了大腿。干嘛这样子？不行，我就想干啥干啥。如果有一些你梦想中的围篱，但你不曾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你想要把它画出来也行。不见得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些围栏，如果你梦想里有其他的样子，你也可以把它画出来。你们来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对，我挺异常，就是对不起我。可是你的手比人家不用这样，人家长好不好？我是说比人家长。哎，我的手在啊，一分钟。我手长。你确定？真是对不起，以这个身高来讲，我刚才我看到几个人画的围栏很特别。
树嘞？什么树很抓可以？玻璃，玻璃，要擦玻璃，玻璃心，玻璃，就是下方透明，然后上面用电网，玻璃心水，好，你想严重？30秒。女生的笑话很直球，我可以进去浇花，因为大家都给朋友了，锁起来了，下雨哦。好，时间差不多，我看大家画差不多，来先帮我标一下，你刚才画的围栏当中材料是什么？简单的帮我标注在旁边，材料是什么？好，我想到，你的树在哪？啊，抱歉，忘记画树。那整圈学校围起来，一棵树围一个啊，一棵树围。好，那你来。跟他讲。没有，我是那个喷水。不是你的猫，我刚才在想到是他就是自己哦。那人家对你你知道猫交配的时候怎么交吗？我说他们发情的时候怎么交？我要休假很多猫。你可以跟他喵。那个。那个是你发情。OK。真的啊！对啊，然后我又去了，然后发现真的。好嘞，材料标的差不多了吗？有听到我说话的请举手。有听到我说话的请举手。你的材料已经标完的手放下。还没标完就举高。好，其他人，我们要加一下我们设计的条件。你刚才所使用的所有的材料，必须要符合环保，必须要符合环保。什么是环保？首先，这个东西对环境是不会有危害的。第二个，它可能是能够分解或是再利用的，这个方向就比较符合环保。如果你有不确定是否符合环保，你举手会不会 help you？ 什么？环保啊？什么？环保第一？对。我刚才讲啦，不会对环境有危害，可分解、可利用。啊？那你觉得它环保吗？环保还可以去打仗。但是它被种在树上，它还能够用吗？树会不会破坏它？它能够被破坏树？它能够被环境消化？我可以画一个三个组长在那边。啊？我可以画三个组长在那边。组长？组长？对啊，你自己决定。然后你就刚好环保，它可以被环境分解或再利用。所以就可以再利用，可以再利用，不然不行。然后那木头算吗？啊？木头算吗？算啊，它可以被环境分解。可是你为了保护树，用木头作为进气的水。哎，这个木头哪里来就很重要啊！你不现场去砍新的吧？有没有可能是一些维修的？能造林？不知道，像我们这个也不是永久都放。那有没有可能是其他我们用不到的，但是我可以拿来还给大家？有一些人造树，老师，接下来要这样改的意思啊？对啊，老师要重画，要什么条件？所以我要重画。你可以用铅笔修改。环保还是不环保？这是什么？它可不可以被大自然？它可以用很久。如果你觉得环保，那就留着。玻璃会影响到？你觉得呢？不会。它能不能够被环境消化？那铁呢？它能不能被环境消化？你觉得铁可以被环境消化？可是它可以环保的利用啊。如何利用？如果它要被拆掉，它拆掉之后要如何才能重新回收利用大桥？你可以把它拿去炼铁。但是炼铁这个过程它是有趣的吗？不是，那电线算吗？
啊？电线？怎么样的电线？会电的。来，各位，如果你不确定，没关系，你可以留着，我们会有查资料时间。来，下一个条件，最低预算。甚至是不用花钱，把这个教室的玻璃拆掉，刷掉塑胶封起来，算到了。像这个塑胶是什么样子的？像是不要塑胶，没有，都是写不走，但是它哎，我问你，唯一缺失的一百点，然后高一点的，它有办法在那里塞吗？塑胶的，那它够脏。如果他不小心拿了进去被他发现，永远都没有人把他拿出来。那讲他会不会危害到旁边的生物？我不知道，因为我的问题善神自带风险。你们在思考外面电线在出现。最低预算太多了，没有办法，你们就可是这是你下礼拜要做的、哦，你要把这个东西带来啊啊！这让我们把这个单子搬过来了、哦。没有，我们会先小心点，你要思考一下哦。为什么我会讲到预算呢？其实我们这堂课我们说我们接下来要做嘛，那如果预算太多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负担？有没有办法负担？好啦，我刚才有讲了两个条件，请把两个条件写在你们小白的右上角。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环保。第二个是最低预算。来，帮我把这两个条件写在你们小白的右上角，因为我们今天这件事情应该是做不完的，所以会让你们再回家把你们这个设计稿画完。还有第三个预算，不是第三个，第三个条件符合美观，符合美观，所以请在小白的右上角下面写符合美观。当然这个美观见仁见智没错，但是到时候我们组内会再来讨论如何是大家觉得看起来舒服、整洁、干净，然后又有一点点吸引力的美感。到时候我们会来展示几个大家的作品。来，有听到我说话的，请把右手举起来。好，你刚才已经在右上角写下三个条件的手放下，眼睛有看着我的手举起来，有人眼睛没看我还是举手了。好，今天呢让你们回去把剩下的部分完成。我在 Classroom 有开一个你们可以缴交的作业区，请在明天以前把它走上讲，明天以前上传，有问题吗？可以吗？好，我再提醒一下各位，我刚才下去 run 过一次，大家要想一下，我们说这件事情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对吗？所以大家要去评估一下，你有没有这个金钱，有没有这个财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件事情，包含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带来学校。OK， 那我们下礼拜会跑关，会跑关，所以下礼拜小白要带，然后桌椅依照今天的排法，然后组别是因为有换组做，对不对？一样，你们这个都可以。可以吗？有问题吗？没问题。没有来小老师。我操！注意了，准备下课了。
OK, see you. 小白请带回家，明天10点前交作业哦。Yes, 每个人。